令人恐惧的阴影。灵雀，他卡了，兄弟，卡就让他卡了。趁黑出动。哎，其实我不应该交闪现杀他的，我不交闪现杀他，把先推进去就好了。这线被卡了，我就很难玩啊。感觉不赚，兄弟们。我听见了未知的呼喊。黑夜也会怕我。浸泡在圣灵中。黑暗中，所有东西都将被揭开。小心点。刀片呢，兄弟们，每次拿刀片就好了。所以我第一波不应该交闪现杀的，我操，好亏啊，我操，等级上亏了，我操，主要是第一波亏等级了。不交闪现好了，不交闪现直接把线推进去，推进去我赚，我操，我多一个闪现，我出来后我也能杀他。但是我把等级，我现在亏了好多等级。
趁黑出动。他妈的 A 了两下小兵，我操！我刚没修起来。我听见了鱼只的呼喊。太快了，罪恶情，太快了，我就会 A 到小兵了，知道吗？小心点，这两波走位躲了刀片还挺好打的，没躲刀片打刀妹打不过，躲了刀片才打得过。我听见了无知的呼喊。他现在在叠 Q，没大招的，没大招别怕。我没有点燃的，黑夜好。三个人来吗？我操！灵雀闪现，难道啊？这人太多了，这个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
是眼上吗？刀妹有闪现。跟他打，但是不能小兵太多，不能跟他打。太多的情况下不能跟他打。投了，不是吧？不是投了。